好，我哋呢度咧嚟到呢个君榄岛嘅模型啦。咁呢个君榄岛咧就系话咧，当佢未曾荒废之前咧，就系咁样嘅建设啦。咁呢边咧就系码头啦。咁我哋上岸都喺呢度啦。然后呢度咧就系啲煤矿场、采矿嘅地方啦，工厂、写字楼啦，亦都有。这个神庙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社区来的，咁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煤是值钱的，所以就这样。我们去那边的住宅区，哎，来走过那边看，这边看。采矿啦，咁样嘅机械啦，咦，原来呢边有个泳池添啊！原来真系，咁我哋下个嗰边睇啦。